请掀开经本，323面，啊，232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起，啊，倒数第三行，此人既闻此前彼幻，即自正当身心，决定寻道直进，不生一切退心。昨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啊，接着往下看，贺行一分二分，东岸群贼等幻言，忍者回来，此道险恶，不得故，必死不疑。我等众无恶心相向，此人虽闻幻身，亦不回顾，一心直进念道而行，须臾即到西岸，永离诸难，善友相见，庆耀无疑，此事预言。这个比喻啊，说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下定决心求生净土的这个人，信心坚定之后啊，大师在此地说啊，贺行一分二分，这个意思就是讲才肯修行，虽然修行功夫不很深，这个时候魔来扰乱的，这个东岸呢，东岸就是娑婆世界，这一些这个异劫异行之人，或是佛门啊，不同法门的人，或者不识佛门一些外道们，他们来阻扰啊，这个比喻啊，就是阻扰啊，劝你不要念佛求生净土啊，劝你不必。这个世界也不错嘛，也很好嘛，也很值得留念嘛，所以劝他回来。此道险恶，不得故，必死不疑，这是执念佛这个道，这个求生净土这个道啊，这个道不会成功的。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成就的啊，这个是不能相信的，总是用种种方法来劝你回头啊。那么说这个世界如赞叹赞美这个世界，或是赞美人间，或是赞美天上啊，这就是说明没有恶心想象啊，劝你回头啊，不必迷信净土啊，不必这样做。那么这个人呢，虽然听了这些，这么多人呢在这里张脉啊，他也不回头，对于这个
世间对于一切不同这个解行的一些人呢，是决定不动摇啊，还是一心念到底呀、啊？这就对了。是在这桩事情，在过去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呢记载的很多，那是古老的时候念佛的往生成就的证明。即使在近代，我们亲眼看见的、亲耳所闻的，全都是事实，的确也不在少处啊。凡是真正往生，没有其他的秘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像谭旭法师讲那个地牢的那个徒弟咕噜匠啊，什么也不懂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念了三年，人家就真成功了。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底下说须臾即到西岸，这个西岸就是比喻西方极乐世界，须臾是很快就到达了。即使我们一生念了20年、30年，也是须臾之间啊！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我们修学都没有能够成就。不能成就的原因，就是被这些人障碍了啊！啊，这是真正要求。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离诸难啊，真正达到度佛如来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的目的了，这是真正达到了。往生决定不退转，决定一生圆满成佛，善有相见，这个善有是指的阿弥陀佛了啊，这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是指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庆耀无疑，这个庆时庆幸啊，乐是快乐啊，这个种庆幸快乐，我们没有法子想象，也无法形容。不但自己庆幸快乐，佛与大众啊，同样为你庆祝啊，这叫真正的永生，真正
功德圆满了。比喻后面呢是化合啊，它比喻的什么呢？其实我们前面呢都说出来了，在底下这段文念念呢就明了了。次，这是第二段合喻者，言东岸即喻此娑婆之合之也。合是代表烦恼，代表的苦啊。佛在《法华经》上告诉我们，三界合之，这个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都不安呐、啊。譬如这个房子烧起来了，虽然还没有烧到你，已经很快了。是这个意思。欲界三种苦具足，苦苦、坏苦、行苦，这三种苦具足啊。色界天虽然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到无色界天呢，这是我们凡夫最高级的啊，这个高级凡夫你身体都不要了啊，我们世俗人讲的灵界啊，这个灵界没有身体的啊，只有神识存在，我们俗话叫灵魂呢啊，神识存在。他当然没有身体就没有坏苦嘛，可是免不了行苦，这个东西麻烦了啊。所谓行苦啊，就是他这个境界不能永远保持，他还是会失掉的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定功啊长短的问题。最高的飞翔飞飞向天，寿命八万大劫，这个八万大劫实际上呢就是他的定功，他这个定功啊入定呢能够支持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定功失掉了呢，那么他就又要随业流转，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天生到顶点呢，那么一流转当然就往下堕落。诸位要读楞严经你就明白这个事实，堕落得很可怕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俗话常讲啊，爬得高啊，摔得重啊。他这个一堕落啊，就是堕落到地狱，从最高的地方啊，落到低谷。那么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深呢？其实，这种修行人呢，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他误会这个四空天就是大涅槃的境界，啊，他自己认为他成佛了，啊，这个，在佛门里面叫正上慢，啊，倒不是真正的有一种骄慢之心，是他错认了，把这个境界当作如来涅槃的境界。误会以为自己成佛了，这成佛不生不灭了嘛？到定功失掉了，又要堕落了，于是乎他就怀疑了，一切诸佛所讲的话是假话，
你看，我已经入大涅槃了，佛说不生不灭，我现在还有生命。这一个念头一起，谤佛、谤法、谤僧，叫毁谤三宝，罪业在阿鼻地狱。啊，是这样子堕落下来的。所以，三界都苦。三界之中决定了没有落，世间人以为有落，其实是那个苦啊暂时停止了一下就以为落了，其实这个落的时间非常短暂。真的苦多乐少啊，苦长乐短呢，这是事实的真相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这是我们现前生活的环境。因西方者即欲极乐宝贵，比喻里面讲的西安，那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因群贼恶兽诈侵者，基于众生六根六识六尘五阴四大，这是我们内里面生死烦恼的根源。六根是我们的身体肉身，我们有这个身体。六识是妄心，迷失了真相的这个心，我们现在用的心呢，就六识心呢，啊，分别执着。六尘呢，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我们六根所对的，眼见色，耳闻声，啊，鼻闻香，舌尝味，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六尘是环境。五阴四大是说明这个心物的真相。现在科学家也是这样的分法啊，一个分作精神，一个分作物质。在佛法里面呢，讲色心，色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物质，心呢，就是现代人讲的精神。五阴四大呢，就是说的物质与精神。因无人空回则者，这就比喻常随物有啊，不知真善之事也。这一条是我们或者是往生，或者是轮回重要的一个缘。你遇到真善之时，那就很幸运了，这一生就往生了，脱离六道轮回了。如果遇到恶有呢，那就是永远呢轮回六道。缘不容易遇到啊，俗话常讲啊，可遇不可求啊。
凡是能遇到的说实实在在的话，都是过去生中。就像佛在《无量寿经》上，在《金刚经》上所讲的，是无量劫以来的善根、福德、善缘的成熟，我们遇到了。虽然遇到，就像大师在此地的比喻，水火两河当中的四五寸的那个白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慢的习气非常重，往往这个习气把我们这个善缘障碍住了，那才叫可惜呢。善知识是指遇到一些修学大乘的大德们，无论是出家在家，善知识。真善知识是遇到一个真正的修往生经的这个人，这个人是真善知识。用善知识说实在话呢，未必保证这一生能脱离轮回啊。遇到真善知识，那你这一生必定永脱轮回。所以他这个善知识上面呢加一个真字啊，这个字不能够忽略啊，这个就是专修往生法门的这个善知识啊，成为真善知识。一水火二火者，即欲众生贪爱如水，嗔恚如火。因中间不到四五寸者，即欲众生贪嗔烦恼中能生清净愿往生心也。啊，这是你听了善知识教导啊，你发了一点心，想求生净土啊，发了这么一个心啊，说那有贪嗔强固啊，毕竟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与生俱来，习气很重啊，欲如水火，善心微固。你这个发这个心求往生，这个念头很微弱啊，就欲如不到啊，又水波常识道者。这个四五寸的不到，常常被水淹了，又常常被火烧了。这个比喻呢，与爱心常起，能染污善心。啊，真的想做一点好事，忽然贪心起来了，又舍不得了。这个就是你那一点善心被水淹没掉了啊。火焰常烧道者，基于嗔心之心，嗔是嗔恚，心是嫌弃，就是讨厌啊。这个心呢，能烧功德发财，修的一点点功德，嗔恚心一起全都消掉了。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
体会这个事实啊，然后再晓得修行难易，原因到底在哪里？一人心道上直向西者，皆欲回住行业直向西方，啊，这就是这个修行人真正把这个理论事实真相都明了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自己丝毫善根呢都乐意回向，啊，求生净土。因东岸闻人声劝前寻到这西境者，这个就比喻释迦已灭，啊，比喻的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后人不见，啊，所以见不到人，听到声音，又有教法可寻，即欲知如是。啊，我们读的经。哦，佛在经上叫我们这样做，就好比听到声音呢，没有见到人一样。也后行一分二分，群贼等患者，这个就是比喻别劫别行恶见人等妄说见解地相火乱，这是一种障碍。第二种呢，即自造罪退失，啊，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啊，虽然念佛，虽然发愿求生，恶习气除不掉，这造成往生的障碍。你西岸上有人患者，即与弥陀愿意也，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功德的价值，佛来接引，也须臾到西岸善有相见喜者，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是比喻众生九成生死况劫轮回呀，啊，况劫是大劫无量劫轮回生死，迷倒自产，迷惑颠倒自己，缠缚自己，无有解脱，啊，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娘蒙释迦法牵，法是法起，牵是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好比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西方啊。这三经就是保证书啊，依照这个修行，就是释迦牟尼佛保证我们往生西方啊。说又即弥陀悲心召唤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以本愿功德加持接引我们，今信顺二尊之一，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一定要相信，一定要顺从。就像大师在前面跟我们说的，佛在三经里面，或者是包括祖师加进去的五经，五经都可以遵循，
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照做；经上不许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禁止。这一生呢，才有出离的希望。如果不能信顺，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不是真佛弟子，那说的不好听呢，就是冒充佛弟子，这个罪过就非常的严重了。如果自己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这彼堕三途所以这个里面四理真相啊，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一定要信顺二尊这个二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信顺他们的意思，信顺他们的教导，不顾水火而活自己纵然有习气烦恼不要紧如果烦恼习气没有了，那何必往生呢？那你已经成佛了嘛所以念佛人烦恼习气常常现前，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要害怕要怎么样对付呢？烦恼习气现前呢，不要去理会它，把精神意志集中在佛号上，这样就对了。如果念佛还止不住妄念，读经读经呢可以把妄念止住了因为读经呢一妄念经就会念错了嘛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习惯，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打妄想但是读经呢妄想就比较上容易把它控制住了再用这种方法如果昏沉，昏沉也是烦恼虽然没有妄想精神提不起来，再念念就打瞌睡了，念念就累了这样的情形真的累了了，就休息一下，不碍事，休息好了再念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并不是没休息好而是精神提不起来这个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绕佛念绕念或者拜佛，这都是好，拜佛身体动作就不至于打瞌睡了，用这个方法来对治这个昏沉宗旨决定不离开阿弥陀佛，在念念心里有佛，这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这念念无疑那就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称彼愿力之道彼是指本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成佛道，不但称阿弥陀佛的愿力，也称本师的愿力，本师的意愿就是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但是称本师的愿力，同时也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愿力之道。
为什么呢？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弥陀净土。所以这个彼这一个字里面的境界广大无边啊，学命以后得生彼国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尽了的时候，一定往生极乐世界，与佛相见呢。这你第一个见到阿弥陀佛，然后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有能力见到尽虚空变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这个庆喜真正是何其了啊！这个是比喻。我们把比喻跟比喻的说法了都念过去了啊，再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个三行呢非常要紧。又一切行者，这个一切呢，无论你是在家出家，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是老修新学啊，是老修行或者是你初学的，这个一切行者就全部都包括了。下面是教我们怎么个修法。行住坐卧，这是讲我们身体这一天到晚呢，总不外乎这四种方式啊。一个是你走着，你在走动，住是站着，或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总不超过这四种嘛，啊，这叫四威。三业所修，前面说过了，身专礼阿弥陀佛，礼拜啊，身业；口专称阿弥陀佛，称名。念佛的名号，心呢专想阿弥陀佛，这三业所修，无问昼夜时节，这就是相续啊。我们称念口称心想啊，不间断，日夜不间断，常作此偈，常作此想，故名回向发愿心啊。这是教给我们呢怎么样修学回向发愿，这就叫回向法愿。同学们要晓得，这两天呢，我还遇到两个同学来跟我说，一个呢要去拜大悲忏，一个要去放焰口啊。什么原因呢？感觉到自己业障太重了啊，想拜大悲忏放焰口消一消业障。
是他们不晓得，消业障最殊胜、最有效的方法，念阿弥陀佛了。这个三业专精啊，那叫真正消业障。啊，拜一堂大悲忏，你烦恼是不是少了呢？啊，放个念口，是不是那个妄想就放掉了呢？假如烦恼少了，妄念没有了，这就很有效，这业障就没有了。啊，就什么叫业障啊？业障就是妄想烦恼。啊，所以你去试试看，哪一个方法能把烦恼给妄想消除？专精念佛。啊，念佛还怀疑，这就是怀疑啊，不相信这个法门呢可以消业障。所以还要去拜大悲忏。还要去发念口。啊，念口是什么呢？念口是请鬼吃饭，是请客啊。哎，念口跟大蒙山啊、小蒙山都是请鬼吃饭，所以要晓得这个啊。这个里面消业障是消什么业障呢？给这些鬼有冤业啊，从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现在我请你吃一餐，希望你呢原谅原谅我啊，把这个误会呀、恩怨呢给它化解，消这个业障。就这个诸位要懂得啊，所以那事实宴客是事实，蒙山也是事实，请客啊。我们人间也如此，有什么事情要拜托人的时候，你看要宴会要请客，那就是放宴口嘛，是不是？蒙山事实嘛，就干这个事情嘛。啊，但是那个基本的，这真正业障的根源是烦恼，是妄想，烦恼妄想要专修专精，那就很有效。啊，果然我们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三个月到半年就有效。为什么呢？心定啊，心要定下来啊，妄想就少了，烦恼就轻了啊，这个业障消除马上就见到效果啊。所以祖师在此地一再告诉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唯有从真实心中做才能见到效果，而且这个法门呢是很快就见到效果。是又念回向者，生彼过矣，还其大悲，回入生死，教化众生，应名回向也。啊，这是回向第二个意思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以大悲心怜悯呢这个十方世界的最苦众生，尽心尽力去帮助他。所以这道家慈航啊，这个也叫做回向啊。这两种回向我们都要懂，两种愿心我们都要发。后面这是总结，三心俱具，俱是俱足了，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三心都去做了，五心不成。世尊在本经里面将大菩提心为我们说出了，一切大乘佛法都建立在大菩提心的基础上，所以无论是参禅也好，学教也好，学密也好，念佛也好，如果三心不具足，你的修学就注定不成功啊！所以参禅不能开悟，学教不能大开眼界，念佛不能功夫一片。原因在哪里？这三法心有问题。所以佛在前面讲的这个三心呢，是我们修学的正因呢，可见得它非常重要啊。在净土里面讲说，愿心即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你有求生的愿，有具足大菩提心，又能够净念相继，那哪有不生的道理？决定得生净土。又此三心，一通学定善之意。那么这个三心虽然佛是在善善里面所讲的，这是善导大师将本经分为两个部门，这正宗分的两个部门，一个定善，一个散善。定善是观想念佛，散善是讲持，这个是讲的酒品，三杯酒品啊，菩提心是在这个地方讲的。也同时包括前面的定善啊，没有菩提心，定善也不能成就啊。换一句话说，你修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不能成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求高深的佛果，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最高深的果报，最圆满的果报，最真实的果报。一定要如理如法，要与理论相应，这是如理，要与经上所讲的方法相应，这就是如法。当然他需要具备非常深厚的善根，这个是修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在座同修人人都具足。如果不具足这些条件，你就不会有缘分读到这部经，听到这个法门啊。可见的这些基本条件呢，我们都具足了啊，真的是过去是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这个三心有没有发出来啊？这个大家就不一样了啊。谁能够发三心，那这一生呢就永脱轮回了。那么三心一定顺三法，至诚心，这是根本的根本。至诚是讲真诚到极处，对佛、对菩萨、对一切众生、对人、对事，我们就用一个真心。诸位千万不要怀疑，我用真诚对人，别人都骗我，都用虚假的心对我，那我不是吃亏上当吗？啊，对的，吃亏上当啊，你能吃多少亏？你能上几年当？后果到西方世界成佛了，眼前吃这点亏算什么嘛？如果不肯吃眼前亏，那好了，来生还是搞地狱魔鬼畜生，搞三恶道，这才叫真的上当了。这个账我们要算清啊，啊，眼前亏呀，不是真正吃亏呀，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啊，一切我们守法守规矩是持戒波罗蜜，通通能放下是布施波罗蜜，啊，世间人无知愚昧呀。把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认为那叫吃亏，那叫上当。啊，这个就是邪见，就是迷惑我们的善根。啊，一定要认识清楚，不怕吃亏，不怕上当。身心是自利之心，真实的自利。回向发愿呢，是利他了。菩萨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尤其生在现在这大乱之时啊，啊，现在确实是天下大乱呐，啊！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同修来看我，啊，他有很多的苦难的，一面是说话，一面在流眼泪呀。啊，我就告诉他，今天苦难是正常的，你必须要看清楚这是什么一个世界，心就平了。啊，他是儿女不孝顺，我说儿女要孝顺那就奇怪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叛逆的社会啊，
伦常道德完全没有了，儿女不孝顺父母，学生不尊敬师长，部署背叛长官，现在是这个社会呀、如果说是儿女孝顺父母，这个学生尊敬师长，这个奇怪呀，奇怪呀，那太稀有了啊！所以不孝顺、不尊敬、叛逆，在今天这个社会来看，看中国、看外国的时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我们明白这个了，你就心安理得了，你就不会再见怪，不会再难过了。哎呀，我养到他这么大了，忘恩负义呀，就是你就不会想这些吗？哎，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心平气和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一定要认识事实，不要自找苦恼啊。我们学佛了，我们是一个觉悟的人，不学佛是迷惑颠倒啊！啊，觉悟的人跟他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不一样他们不知道恩义，我们还晓得；他们不知道报恩呢，我们懂得。我们尽一切力量去做，口里说的没用啊！做出来给他们看看。这个今天。自行化他的一种方式啊，口说不如啊身行啊，我们要有具体的表现啊。世间人把父母祖先忘记掉了，我们图书馆建立的这一天，这一边就祖先牌位就供上了啊！你们忘掉，我没忘掉；你们不祭祀，我祭祀啊！我不是祭祀我一家的祖先，我们全国每一家的祖先，我们平等祭祀啊！早年我提倡建百姓宗祠，语言不成熟，我没有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小道场建立呢，我在此地供牌位，我这个力量有啊，我尽心尽力啊，我能做到啊。啊，老师兵们我们决定不能忘记啊，我们祖先牌位这边供奉有孔老夫子啊，夫子代表老师啊，久远的这个老师，我们都还念念不忘；眼前的老师，怎么会忘掉呢？啊，我在台湾的老师没有了，方老师。过世了，李老师也圆寂了，啊，张家大师更早就走了，我在台湾三个老师，老师对我的教训我没有忘记，一教奉行。在大陆上，我现在还有两个老师在，啊。我想想他们的年龄应该都在85岁以上了，啊，接近就90岁了，这么大的年岁，啊，一个在南京，一个是在宜兴
江苏义县，是我抗战之前呢教过我书的两个老师。我知道他们的消息之后，逢年过节我都给他寄点钱去。我到大陆我一定要看他，人不能忘本啊！这个就是化他啊！老师对我们的恩德念念不忘，老师的儿女跟我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一生当中我们都要照顾。我们的书没有白念，佛没有白学啊！这个具体怎么做法，大家能看得出来。前年我们印送大藏经，大陆每一个寺院送一套，我们报佛恩呢。今年我发心送四库全书回要，我们有那么大的力量，希望呢大陆上每一个省能够有一套啊。现在大陆总共有22个省，3个特别市，5个自治区，总共30个单位。那么换一句话就叫30套。这个书是世界书局印的，我跟他买的多，又是送人的，他对我特别优惠，一套卖我50万。我已经送了11套了。所以有50万我就送一套，有100万我就送2套。我希望的时候全国每一个省都有一套。赠送的对象是这个省里面最好的一个大学，送他们的图书馆。报恩呐！报徒弟之恩呐，报祖国之恩呐。那孔子书就没有白念呐，这个大乘佛法没有白学。佛法不在嘴皮上啊，要在行动上。希望同学们都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在这个大乱之时，你能够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教化众生啊！馆长非常慈悲，这一次到大陆，在大陆学校详设华藏奖学金，这个好事啊！看看哪些学校有缘啊，我们致赠华藏奖学金啊，这是我们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在费用里面介于一点点下来。
送到大陆去做家学经。这是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经中学会所有的同仁，这通通都有福了这个钱是大家的人人都有福了。发愿善愿，一定要知道广积人要有福，不要有很多钱的，那个钱靠不住的这个佛常说财为五家共有你哪能保得住呢？这个无家共有，第一个官府没收了你犯了罪了，没收了这从前这第一条水火水淹了，火烧了，盗贼偷去了，那这些都没有，最后还有败家子我这个今天下午遇到这个同学，说起他很苦就是他女儿女婿骗了他，把他的财产给骗跑掉了欺骗他了这个事情多在美国我还听说有一个是儿子是女儿把他妈妈卖掉了，在旧金山呢真的卖掉了卖给什么一个老华侨卖掉了他这个儿女还没把他卖掉了，这是不是钱骗去了？那比起那个好太多了这个社会。